你这个爸爸也不知道一天到晚怎么当呢啊！哎呀，我下次不玩了，行了吧？没有下次了啊！疼死老娘我了！先生，哎呀，我的个娘哎！你这两个小孩在干嘛呀？脸上画成这样呢？爸爸，我们这个是条布嘞，谁赢了，谁就能在输的脸上人画一笔。你看，你们的脸没有画的。我的妈呀，这个感觉还挺好玩的嘛，爸爸也来玩。石头剪刀布。老娘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在带他们玩什么游戏呢？咋了？你看那个脸画的，那个月月他最近的脸本来就是过敏，红红，脸上全是红疙瘩，你赶紧给他脸洗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走走走，赶紧去把脸洗了。走走走走走。你下次如果再跟他玩这个游戏，我把你全身都画满。全身？对。Oh my god！ 哇哦！你给他脸给我洗干净，擦干净了，然后用我给他买的这个贝德美面霜擦一擦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我给他买的贝德美蓝柑橘舒缓精华霜。最近换季，月月的脸又是泛红又是干燥的起皮，这个足量添加了12%高含量的蓝柑橘，再加上月月橘子油，能快速舒缓月月的这个干燥红痒，而且它里面还添加了天然的角鲨烷，补水保湿的效果也很好，冬天擦了皮肤也能润润的，不容易干的起皮。我也是服了你了，这么大的人还能给小孩子玩这么幼稚的游戏，你这个爸爸也不知道一天到晚怎么当呢啊！哎呀，我下次不玩了，行了吧？没有下次了啊！疼死老娘我了！去吧，洗干净了。这个还挺香的，等会儿我洗了我也抹一下。这个是我给小孩子买的，你不能擦。我不能擦。你当然不能擦。